今年真係冇乜信心啊，因為我睇曬所有戲，我覺得其他嘅男演員嘅表現的確係真係好出色，所以你自己心水係邊位啊？嗱，我覺得吳康仁喺《富都青年》嘅表現真係好出色。咁啊，亦所講師係我係佢粉絲嚟嘅，因為佢由黑澤清導演拍嘅戲嘅時候，我已經睇嘅。南韓嗰個演員首爾之春，我覺得佢做嗰個反派做得真係好出色嘅。咁我覺得佢係個黑馬嚟嘅，我唔知道。因為沈騰又係一個好出色嘅喜劇演員。嘉玲對嘉玲姐係咪充滿信心啊？佢梗係好啦，但係都要俾其他啲人鼓勵下其他啲人㗎嘛，因為個個真係好好嘅，其他啲演員都好。我冇啱啱行入嚟，未見到，可能陣間會見到。頒獎典禮之後，哦，我上一次見過應該係喺釜山電影節，都起碼有20年，廿幾年前。大長今開二個位仔咁樣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